众神在人间，故事代代传。欢迎收看《封神榜神之传说》，玉皇大帝的故事。上一集咱讲到，玉皇大帝派旨意天官去地府担任阎王的军师。日子一日久，旨意天官的声望超过阎王，害阎王开始担心，有一天旨意天官会取代伊的地位，所以伊计划要除掉旨意天官，并且进一步抢下三界共主的宝座。用神甲天恶对一人较重要，玉皇大帝的做法是用神，伊鼓励大家爱行善做好事，予天下一片光明。但是阎王主张天恶，对歹人爱严加惩罚，才会当阻止犯罪发生。太假驾教是必要的手段，阎王不满玉皇大帝的做法，决定要灭魔推翻玉帝。光明与黑暗本来就是对立，代表光明的玉皇大帝受到天庭与凡间的爱戴，这一点让地府的阎王相当嫉妒。阎王金身国认为人性本恶，如果不严刑峻法的话，地府就会临满违反。张伯林早就料到阎王的心思，表面上是请求支援，实际上是要削弱伊的势力。一旦身边的左右手被斩断之后，最后就会危及到家己。张伯林迷雾张苗，将旨意天官与五脏也封为左右副相，也就是要强化身边的实力。比其名是派旨意天官去担任阎王军师，实际上监督阎王金身国的举动。前任阎王金天孙被关在地牢，也正蠢蠢欲动，对于张伯林一家的迫害，一直怀恨在心。金身国心想，何不借金天孙这粒机理，让旨意天官到十八层地牢去，到时候将地牢封闭，至于这个潘家轿就被搬开来。张伯林就行动等了一二十个，我看这声张伯林也就背不起来了。至于天官察觉到阎王金身国的诡计，就决定将计就计。有一日，阎王对至于天官说：“金天孙虽然被关在地牢，但却是相当不安分。当初太子张良相心怀诛笔，无杀了伊，才造成后患无穷。我已经听说伊想要造反，有不少鬼车受伊影响。伊对鬼车说：若是我做了玉皇大帝，我就予恁到天庭上享乐，然后让天神全部坠落到地府受罪。这种天地反转的举动一定非常趣味。至于天官说，阎王言下之意是爱我到十八层地牢中，将金天孙杀死，来替玉帝平乱咯。阎王说，无错，金天孙一日无死，玉帝就坐立不安。你若是替玉帝除掉这个眼中钉、玉中刺，我相信玉帝一定记你大功一件。至于天官说，十八层地牢戒备森严，金天孙是插翅难飞，伊根本就起不了作用，何来天地反转呢？阎王说，至于你就有所不知，地牢鬼车几乎拢予伊收袂去，一旦伊的鬼家得逞，到时候卡来处置，恐怕为时已晚。何不早一点啊除掉伊，永绝后患啊！至于天官将代志上报予玉帝知影，玉帝认为金天孙想要造反是意料之中的代志，但是玉帝并无要将伊除掉。玉帝认为金天孙的本性也未歹。
只是受到贪欲的影响，才会做出错误的代志。总有一天，伊会彻底悔悟的。玉帝对之伊讲：未当杀死金天顺，朕爱你去感化伊。朕知影，你若是去到十八层地牢，会有危险，所以特别请元始天尊传授一道咒语。我就放伫个金龙内面，必要的时阵，你将金龙拍开，就会化解危机啊！玉皇大帝运用神通，将金龙送到紫衣天官的手中。紫衣天官将计就计，才拍阎王的旨意，要去十八层地牢。十八层地牢是寒冷无比，每降落一层就加了五度。到了十八层地牢时，已经是零下六十几度啊！人早就当成冰肌了，但金天顺的身体也依然是真强壮，因为伊相当能够适应寒冷的生活。过去伊所居住的所在是又大又冷，地牢的低温对伊而言，亲像是稀松平常。至于天官来到寒冷刺骨的地牢，根本忍受不了。幸好伊早就带着五种药材林行前，送乎伊的御寒正衣，竟然无想到煞真正用得着。金天顺见到至于天官，便哈哈大笑说：“时隔百年，咱终于又再次见面了。当年在天山别峰顶上。”你我为了争夺九转乾坤科，大战数百回合，无料到半路杀出天家金，却被金凤拔夺走了。咱两人为了追杀金凤，我无小心失足坠落到天山山下下，多亏你救了我一命。由于咱各司其主，也就从此分道扬镳。无过见面，如今我变成阶下囚，而你是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父上，真是给我讽刺啊！至于天官说，恨会使人堕落，感恩会使人向善。当年分道扬镳之后，我到昆仑山拜太上老君为师。学习奇门遁家之术，而你却学习暗恶之术，将家己锁在黑暗中，独自在西方梁山上修炼。金天顺说：“罪往家厝楼，人往官厝壁。但是上有天庭，下有地府，各自主宰，记录也在。”至于天官笑笑说：“但天不从人愿，太白金星为凡间来找来张伯钦担任天帝，身为天人地三界的共主。这天永远是天，地永远是地，天地无可能被反转，因为逆天而行不可为。我劝你也是放弃吧。”金天顺说：“人心本来就是暗恶，在盘古开天之前也是，大家早就习惯在暗恶来生活。黑暗并未带来恐惧，真正让人恐惧的是，手提着蜡烛，背后又藏着一支刀。”至于天官说：“我背后无藏刀，我完全是真心真意的。”来为你的心点亮一盏灯。金天顺说：“话免讲到遐尼好听，把我关伫地牢内，快又对我讲，要为我点一盏灯。”至于天官说：“放弃暗恶之术吧。如果我无将你的心灯点亮，我担心你若继续待在地牢内，就会永远见未到光明。”你的名字叫做金天顺，就已经非常明白。你跟你说要顺天而行，
而金代表白色甲光明，你本来就是属于光明的，唔通阁往黑暗来立足，醒来吧，光明才伫前方等着你呢。这时轻响一声，地牢被封锁了，只疑天官被困在地牢内。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是三界的共主，下凡历劫成为民间的信仰。天顶众神传奇故事步步精彩，请大家做伙来推广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。划拨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化解基金会。阎王哈哈大笑，心肝内暗爽，即马玉帝兼一支石仔鼓啊，刷下来，我着准备冲去天庭，来一个天地大反转。玉皇大帝对五丈爷讲：心内用袂落的别人的人，就是自卑的人，因为自卑造成自私甲自大，即系一心一意要将对方来个除掉，想要统一天下。五丈爷讲：阎王是家己感觉不如人。担心别人的成就会超过伊，才会将别人拢看作是敌人，想尽办法要打败对方。玉皇大帝爱五丈爷，马上传唤金凤到大殿。五丈爷问玉帝，召唤金凤的目的是啥物？玉帝讲：整顿地府，擒拿阎王，处理大事。玉皇大帝正式封金凤为东岳大帝，由伊来掌管地府。东岳大帝摕到九转乾坤箍，要去地府捉拿阎王金身国。受困在地牢的紫衣天官甲金天顺，正想办法要脱困。紫衣天官这时想到玉皇大帝赋伊的金龙，于是便拍开金龙。内面有一支小破天宝，也有一句咒语。紫衣天官正手掌心放着小破天宝，嘴内喃喃念着：金光烁现，佛火真人，急急如律令。停！这支小破天宝急速变大。紫衣天官对金天顺说：我现在救你出地牢，但是你要答应我弃暗投明，我相信玉帝会自有安排。金天顺点点头说：哼，我听你的，你救我出去，我帮你将金身国抓起来。至于天官拿起破天宝，用力一卡，地震不断地摇动，就好像像是地牛翻身一样。伊再拿起破天宝卡打第二次，轰隆一声，地牢开始脆裂。紫衣天官摇着金天顺说：走，紧离开，地牢要崩陷了。这时东岳大帝来到地府，直接走到阎罗殿去，对着阎王金身国说：你的诡计玉帝已经知影了，赶紧束手就擒吧。金身国说：拄只地牢已经遭到破坏，至于天官若是来不及逃脱的话，就会被活活待在地震下了。你也唔去救伊，却有时间来跟我斗。东岳大帝说：拄只的轰隆声就是至于天官用破天宝卡打的声音，我想现在伊已经顺利脱逃了吧。哈哈哈！金身国说：“地府是我的地盘，你靠着张伯林的款式来到我家里放肆，我绝对袂当让你活咧回去天庭。”东岳大帝说：“大不了我就跟你葬身在地府，有你陪着，我也袂觉得无聊咯。”废话减讲，看我的双脚的厉害！金身国亮出武器，威风垂钓，东岳大帝也不遑多让，使出九转乾坤箍来对抗。九转乾坤箍相当神奇，
一个乾坤科可以变化成不六个，将金星国的相极牢牢套住，最后东岳大帝恰手空拳将金星国瓦裂起来。这时，紫衣天官也赶到了阎罗殿，刚好就将金星国带回天庭接受玉帝审判。当然，金天顺也跟着回去向玉帝请罪。东岳大帝留伫个地府整顿，伊拟定整顿的计划，开始为地府建设新的样貌。紫衣天官带金星国甲金天顺返来到天庭，玉帝对金天顺讲：“你决心放弃暗黑之术，爱弃暗投明，伫个五岳中，朕已经将东岳封予金凤，即马。”我就将西岳奉予你，金天顺真感谢玉帝不杀之恩。玉帝对伊讲：“你伫个地牢遮那侪年，忍受寒风刺骨的生活，又阁经过至天官的教化，就等于已经脱胎换骨。朕看你愿意做改变，当然爱重用你。若是至于伊立业有功，就留伫。”朕的身躯边吧。五丈爷问玉帝：“关于阎王应该爱安怎处置？”对于这个问题，玉帝煞点点而回答：“张伯林陷入思考中，质疑天官对玉帝说：‘金星国的野心太大，不如先将伊押入天牢，等到地府修建完工之后。’”再将伊关入地牢中。玉帝对金星国说：“为何对朕感到不满？”金星国说：“你乃一介凡夫，凭什么坐上玉皇大帝的宝座？”玉帝无回答，反倒问说：“那你甲朕讲，你凭什么本事要来坐玉皇大帝的位置？”金星国说：“凭我是朱深的天神。”盘古的后代，玉帝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何太白金星无惊着你，却千辛万苦到凡间来找我呢？朕也曾想过要放弃帝位，学习凡间善良的方式，将帝位传承予有才能的人。如果你的才能受到天庭众天神认可的话，我张伯林马上让位。”何不乱战？太白金星赶紧来到凌霄宝殿，对着张伯林说：“我无同意。”太白金星怒喝金星国说：“你如此跟我不顺，天下那是交在你的手内，岂不是天下大乱了？”太白金星看出张伯林已经对玉皇大帝这个位置感到倦怠，便开始。感到忧心，转头对张伯林说：“无错，你讲得无错。但是目前放眼望去，老夫实在是看不出，也找不到有比你张伯林搁较优秀的人。老夫代替天下重新向玉帝请命，老夫希望你唔通有这种想法，爱多为重新着想啊。”有德行的人会受到大家的尊敬，爱一定来服人，不是以权势来使人屈服。张伯林为什么会有疲劳的感觉呢？那是因为众生的贪欲实在是真歹教化，予伊力不从心，加上最近佛祖不时在召唤伊，也有伊常啊伫梦，常啊梦到家乡张家湾的情景。这些代志拢予伊想要退位的想法，回归平淡，心才会得到平静。张伯林不断伫咧思考，宽势搁较大，那是一口气喘袂过来，嘛是一命呜呼啊！大家拢伫咧想，玉皇大帝的位置是毋是要两早来交接呢？至于天官建议玉帝传承予太子，但是玉帝唔答应。伊想要全家做伙回去张家湾，重新过着
欢迎的生活。今天的故事咱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请继续收看玉皇大帝的故事，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玉皇大帝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张白人料到阎王心思不正，故意派紫衣天官去担任阎王的军师，借机监督阎王的举动，削弱阎王的势力。前任阎王虽然被关在地牢里，还是很不安分，对张白人怀恨在心。现任阎王想到一个坏主意，故意叫紫衣天官去十八层地狱，到时候再把地牢给封起来，让他出不来，张白人断了一根翅膀也就飞不起来了。玉帝认为前任阎王敬天顺的本性不坏，只是受到贪欲的影响才会做错事。玉帝要紫衣天官到十八层地狱去感化敬天顺。十八层地狱戒备森严，就算是天神到那边去也会有生命的危险。玉帝请元始天尊传授一道咒语，他交给紫衣天官说，咒语就在锦囊里，必要时刻将锦囊打开，可以帮助你化险为夷。东域大帝拿着九转乾坤圈要去地府抓前任阎王金城二，紫衣天官和金天顺正在想办法脱困，还好玉帝给的锦囊派上用场了。紫衣天官举起破天斧敲打，轰隆一声，地牢开始碎裂。紫衣天官赶紧拿着金天顺快速离开，最后是东域大帝把金城二抓起来带回天庭审判。紫衣天官也带着金天顺回到天庭向玉帝请罪。金城二对玉帝很不满，他认为一介凡夫凭什么可以坐上玉皇大帝的宝座呢？金城二是盘古的后代，他认为自己最有资格称王。玉帝没有生气，回答他，如果你的才能受到天神的认可，我可以马上让位，绝不恋战。太白金星却不同意，他认为天下要是交到了金城二的手中，岂不是天下大乱了吗？太白金星代替苍生向玉帝请命，让玉帝多为苍生着想啊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玉皇大帝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十心佛拢献花，玉皇大帝在天顶，地间诸恶好众生，众生献花在民间，故事精彩代代传，好请众生来保庇，奉行本将殿神威，众生殿神威，安民观公。上界讲义气，义顺革命时代道光，在今夜叫做着光明，文在心如意感觉黄的，为民发放是上帝光，发现过海电神通，三清道祖是教主，主管三界化万物。爱吃甜，你是上心爱拜祭，两手菩萨有两经，文武相传大汉拢会通，寒山拾着真好合，亲像白鸡哥白相打。
三太子你落车骑风火轮，伊上解怕，你老骨都大大，欢欢喜喜，什么拢唔惊。先风爷，先落叠算盘，做做歹伊上知影。车卡大仙人望山，世间代志搁袂定当。土海人，上爱拜妈祖。想好伊人平安免烦恼，恁祖地富有阎罗王，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。人生海海，做人爱实在，方可唔通侥幸来做歹。脚踏实地，求众亲人保庇，予恁无烦无恼。